動漫的主題去 crossover 交一排嘅。因為亞當同夏娃佢哋係蘋果嘛，咁所以平人口翻夏娃佢哋係蘋果。你得個人名好難背啊 ！H 漫嚟啊！咁都信啊！佢系话，大家好，欢迎收睇《二字大国际》。好，不如收睇《二字大国际》。我哋今次咧就系玩勾一排啦，但系呢一副勾一排咧系未出嘅，即系我哋拍片嘅时候，希望我出片嘅时候都系未出啦。今日出咗嗰条片系两个月之前拍嘅。OK， 叻仔，差唔多啦，忙啊！好，咁今次系咩主题呢？就系动漫嘅主题去 crossover 勾一排嘅，咁啊详情 FLC 请讲一讲。好，咁呢副勾一排嚟讲咧，就所有嘅题目都系由我出嘅，即系我本身系做一啲动漫嘅嘢噶嘛。系，可以睇翻佢嘅频道，你就知啦。哇，里面嘅题目嚟讲咧，我觉得我会揀咗一啲系比较大路嘅动画啦，即系大家都应该理论上系睇过嘅。但系里面嘅一啲好刁钻嘅嘢，可能系玩嗰阵咧就可能拗爆头，唔知系咩嚟。但一開股咧，你就恩掉，系啦，應該會係咁嘅。一貫嘅玩法，我相信大家都睇慣噶啦。呢個就唔特登去講玩法啦。咁啊 ，FLC 其實係出題，所以佢冇得玩，佢係我哋嘅主持嚟咁就。係我玩咗佢四個啫，其實。開波。咁我哋輪流做諗樣啦。邊個先？好啊好啊，我哋兩星難度先啦。三個提示，咁只有一個係正確啦。好啦，就係2887啊。咁提示有密碼、人數、價錢。呢啲叫咩題目啊？全世界匿埋眼，老實人可唔可以開開眼咧？老實人，一開眼，諗樣揀人。好啊 ，E.G. 講先。呢一個係獵人考試個參加人數嚟。OK， 下個。呢個係不死者之王嘅烏斯公，佢諗住去超滅敵方嘅人數嚟。下一個，呢個係機動戰士 C 第二男主角嘅自爆密碼。自爆密碼嚟。收咗你皮先，好心虛啊！你收埋你皮先，你會後悔。開你見到，我有啲你做得太好啊！唔係，因為我覺得你應該未必可以勾噏到呢樣嘢。其實有個人名嘅，但完全背唔到。我嗰陣時，因為我都估你係勾噏啊，因為竟然冇講到個人名出嚟啊。因為我唔記得個人名，好難背啊！第二男主角阿斯蘭策拉嘅自爆密碼。三個講嘅嘢都係我冇睇過。好啦，好 E.G. 啦。咁你平時睇咩？我睇日常番，睇啲治愈番。即係兩番唔係啊，好治愈喎。誒，就呢個啦。雷門中學、剪草啦、運動啦，同埋精英教育啊，全部匿埋眼，老實人開眼啊噃。開眼。好，小白先啊。OK， 雷門中學係排球少年嘅學校。好，華俊。雷門中學是足球動漫閃電十一人的中學。哎呦，是閃電十一人的中學，然後他們一開頭是非常之差的。補充嚇，去到這個地步，你要不要轉埋做閃電十一人啊？我不轉，我是撐足球的。小白收皮先啦，你鳩噏的。冇咁得啦，哇！咁樣好難拆喎，兩位。但係佢講得出，一開始好差喎。你有冇睇過先？有睇喎，有。阿容係老實人，開。Yes， 我係撞你係，又話唔係，我喺閃電十一人、布洛同埋喺排球少年三個入邊揀嘅。我以為佢本身識啊。唔係。我發現我係全部都唔識嘅，使就使佢。就佢咯。好，四尺楊震啦。Q 啊！咁啊，召喚啦、道教啦，同埋結界咁啊，是第一個。好，全部匿埋眼，老實人可以開眼啦，老實人。老實人，好，我而家就俾你老實人望一望先，叫人開眼。我都幾肯定佢唔識字，講咗先係。咁啊，依先啦。OK，H 漫嚟啊，係講緊嗰啲道教，唔知點樣做啲乜鬼嘢儀式啊。總之就係有個女仔喺中間嗰啲。要會有咩用㗎？我唔知啊。OK， 有乜用咧？火影忍者入面一個要四個忍者一齊做嘅。你聽我講啦，好慘咯！要四個忍者一起發動，他哋就用嚟打敗嗰個大怪獸。大怪獸得幫收皮啦。呢個係《幽遊白書》入面雪女用嘅陣，佢嘅招數嚟嘅。嚇！我又冇睇過喎，得避翻你，你可以轉讓俾其他人。大怪獸係冇噶啦，但係火影係基本上係冇乜大怪獸。超人先啦。怪獸意思係衰人。多了。火影是講忍者的，火影因為如果你話打啲壞忍者咁，我都覺得係咯，咪衰人咯。大怪獸，大怪獸唔得，大怪獸唔得，我都收埋你皮啦。
撐呢個 X-Man 得唔得？到底係乜嘢？你估係邊個？我想睇佢哋講，佢哋講 X-Man 傻仔。到底乜嘢係大怪獸呢？四尺陽陣咧就有結界忍術嚟㗎，要四個影級嘅忍者同時發動。咁而佢頭先話嗰啲大怪獸咧就係十尾，兜你皮。你講十尾，我直接揀你。好聽啊！你直頭可以唔講前面有四個忍者，直頭講阿風忍十尾就已經夠，即刻揀你。但係火影係真係有大怪獸嘅。真係我完全冇睇過火影嘅。O K， 佢已經做咗三 round 老實人。係啊，係咯，我終於可以做其他啦。好啊，呢個撲街番號 G M F。X42S 番號啊，機械啊，定係密碼呢？啊，全部人匿埋眼。呢一個咧係 Spy Family 喺最近有一集就係遊輪嗰集上邊啊，黃昏要去拎嗰個夾萬入邊個密碼嚟。小白，因為《鐵血的孤兒》入面其中一個機甲嘅名嚟，命運高達嘅基地編號。這裡呢度咧 ，EG 嗰個係我有睇嘅。係啦。佢開嗰個密碼咁長咩？我信 EG， EG 係老西人。O、okay, K， 我就係黃昏鳩坤人。點解你會覺得係佢嘅？因為我係因為佢真係有密碼呢樣嘢咯嚇。實有密碼，所以佢先諗到啲機甲嘅。你居然信佢？小白係老西人。鳩坤。好嘢！好嘢！我真係唯一同。你夠啊！佢堅定啊！佢超堅定喎！佢啱望住我。係啊，我相信咗自己。翻返嚟，小白。呢個好。蘋果計劃、超能力、人口販賣同埋核武。老三咧，老陳開眼，全民開眼。小白你可以揀。哎，唔講先啊。Spy X Family 入面其中一集就係講呢個東國去攻打西國嘅時候，佢哋計劃嘅一個戰爭。好誇張。動漫《地球使者》入邊咧，佢哋一個人口販賣嘅計劃啦，咁佢就係點解會用叫蘋果計劃呢？因為亞當同夏娃佢哋係蘋果啊嘛，咁所以蘋人口販夏娃佢哋係蘋果，佢哋係亞當夏娃，記唔到後邊。咦？前邊就同阿容講嘅一樣，即係咩啊？佢講咗啲咩啊？總之就係東國同西國又有呢個唔知咩嘅計劃啦。總之啊，嗰只寵物狗阿彭德咧就係因為咁樣而有超能力嘅。但係佢冇講戰爭。應該係 Spy Family 冇核武，我有講超能力喎。係咯，就係呢一下搞我信咗添，但係佢又執口水尾啊，好難啊！離開啊，離開。嬲。E G， 你張嘢寫咩㗎？啱啱我張嘢寫老實人咯。唔係啊，張嘢你講一次。唔係就係佢噏嘅嗰本。唔得，你唔可以講佢噏嘅。總之就係東國唔知打西國定西國打東國啦。我信阿容。你睇下佢係即刻哇，咁都信啊！佢係話阿容係真係勁，因為佢真係鳩噏。我真係鳩噏中㗎，我想講。我真係唔識啊！我以為你佢就係東國舊政權所主導嘅一項研究計劃啊，專門就培養高智商嘅動物用於軍事方面。咁寵物犬彭德咧就係因為參與咗喺入邊，所以先至有超能力。好嘢！人生高歌時刻。好，我係諗樣啊。OK， 頭黑虎。史魔忍術儀式，全部人匿埋眼咯喎，老細開開眼唔該，開眼。今次啊，話咗先。係一個動漫地獄落入邊一個儀式嚟嘅，咁即係嗰啲信徒佢哋會覺得好痛苦，有好多疾病，咁喺頭裏面刻個苦字，咁佢就會令到佢哋好翻有機會。我明明有睇地獄落，啲人有刻個苦字，但係我只限動畫，所以唔敢諗太多住。嗯，好，小白。呢個是火遁的高級難度招式啊，跟住由曉的成員所使用的。阿容，拜拜。頭黑虎是魔法肌肉史入面佢一個衰人成魔的內容。曉入邊真的會用火遁的，不是淨係得宇智波有。我頂知啫，我冇睇。唔係個個頭黑虎一出嚟，喂頭黑虎，你是鳩噏嘅。我係鳩噏啊。嗯。Yes 。冇忍笑忍到，哇！我差啲真係好嘢，佢忍到好，哎呀，我算啦，唔扮啦，你快啲啦，阿容係堅嘅，唉，仆街！阿容，你用佢好似冇一段睇動畫嘅形象，嚇咗好多人啦！火遁嘅高階忍術力由曉嘅成員國刀所使用。你講埋國刀個名咪好咯啊！唔係同埋呢度你一睇落，應該以為各個成員都會哦，係啊！呢個 M V
下題目先。好，抽個色。大樹快車啊！三星難度呢個耐啲啊，呢個耐啲啊，係嘛？大家睇耐少少。最緊要俾啲諗耐啲，耐啲啊！而家可以創作啊嘛。啱。調埋呢埋眼。好，老實人開一開眼，唔該。小白先啦。一個係怕痛的我將防禦力點滿入邊女主角嘅其中一個招式嚟嘅，都係防禦技嚟嘅。咁佢會化身成大樹啦，然之後保護自己嘅同伴。咁架快車咁點得嚟快車？冇個招式就叫大樹快車咯。呢一個咧係龍珠入邊，龍珠入邊孫悟空同埋無限佢玩嘅一個遊戲嚟嘅，就係拎咗棵樹出嚟，然之後擺落薄布嗰度，然之後坐喺度。你哋可以笑。賽馬娘入面嘅一個角色。咁佢就係美國嘅短跑馬，你唔好笑住。講自己都笑，唔好笑住。爭啲，我又冇睇賽馬娘，因為賽馬娘嗰啲東海龍王都有噶嘛，所以你講話。同你去賽馬會見到嗰啲馬嗰啲名差唔多啫嘛。唔係嗱，我同你講，你會後悔嘅。你講一次。唔記得睇咗咁耐，你講一次啦。賽馬娘入面嘅一個角色，咁佢咧就係一個少女嚟嘅，佢原型咧就係喺美國嘅一隻跑得好快嘅馬。短途馬係啊，短腳馬。短腳馬係啊，短腳馬。唔係，我覺得佢純粹係攞咗佢啲日常翻出嚟戲我。日常嚇你冇睇套咩？套都好出名嘅喎。高鵬。好悶啊 ！Maple 講一次啊。咁多。你不是信悟空快車是吧？不是悟空快車，是大樹快車。我覺得另一個角色做快車就沒什麼可能，我估你都是高一排，你可以見到。好難記啊！大樹快車。馬娘中的登場角色是一位充滿活力不怕生的牛仔少女，原型就是位於美國出世的短跑什麼神血競賽馬不擅長於短跑啊短跑馬好、今次的體驗就去到這裡了，能夠得出的總結就是你玩完這副 game 之後你會得到很多保養的東西歌台這樣的就是這樣太男性向了我覺得應該是加點扮領出日常花都跟住佢隊日常，因為玩呢副牌嘅時候咧，其實呢副牌未正式出嘅，咁所以啲題目咧仍然係有可能會變嘅。我哋今次都係白老鼠嚟嘅，即係如果係啲題目可能會真係加翻少女性向都未定，定係爛底啊？定係爛底？即係第二集啊！好，好多謝大家今日上嚟陪我一齊玩咗呢個動漫版嘅一拍。咁就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拜拜！而家 CLSS 冚世界，有冇人想學剪片？窮啊，賣心得！啱曬想開始拍 YouTube 或者投身剪片行業嘅你，見過出面好多學校又或者正規課程，其實都冇專門教一啲剪 YouTube 片嘅技巧有心得喎。咁所以我今次就決定唔係教吉他，就將我呢八年入面嘅剪片經驗全部 group 埋做一個速成班，放心會由零開始教起啊，手把手教學啊，四堂入面一定學識，除非你太蠢。但你睇開我，你都應該知道唔會有可能蠢得過依住大個仔噶啦嚇。報讀呢個班咧，你仲可以得到一堆我咁多年以嚟儲埋嘅超方便剪片素材啦。另外，其實我自己都好多 YouTube 朋友咧，係好想請剪片嘅。呢個都係我自己開呢一個班嘅另一個原因啦，就係我真係剪唔切啦。如果有興趣嘅朋友咧，可以喺呢條片立下嘅 description box 度撳 link 報名。多謝，拜拜。